快行手机很耗电呢，所以大家都会准备行动电源。不过现在出现了这超离谱的，有大陆网友呢，他们就买了一个行动电源，打开一看，天哪，里头居然是装沙子。智慧型手机耗电强，如果您又是一位低头族，不带个行动电源在身上，不一会儿您的手机一定没电。但是大陆这名网友的行动电源可绝了。真的可以用黑心来形容，外头显示有24毫安培数，但照理来说里头电池应该有2-3个以上，但打开一看才发现，原来那以为是电池的重量其实是沙子混装的。国内3C业者直呼不可思议。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这样子的状况，因为在售后保固的部分他们保障都做得比较好。那么一般民众又该怎么选择行动电源呢？手机它原本设计大部分都是属于一安的范围，所以你用二安的快速充电，对手机它本身电路的耗损来讲也会比较吃重。实用的资讯提供给您，不过再看一次这夸张的画面，就当是每日一笑吧。